家人们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凉拌鸟贝的做法。这是带壳的鸟贝，你见过吗？我们把鸟贝肉剥出来，用水洗干净，然后给它背部来一刀，去掉内脏，把鸟贝全部收拾完，清洗干净。锅加水烧开，放入鸟贝，用勺子搅拌，受热均匀，三到五秒捞出，快速冷水过凉，千万不要烫老了，这就是吹嫩的关键。开始调汁，碗中来点芥末辣根，来点白醋，米醋也可以，倒入味极鲜调味，充分搅拌均匀，放一丢丢盐，少来点白糖提鲜，最后少来点香油增香，搅拌均匀。烫好的鸟贝放拌菜盆里，放入提前切好的青红尖椒，加一点从隔壁老王家借来的香菜段，最后倒入灵魂料汁，用爪子轻轻翻拌均匀，拌匀马路盘中，一道口感脆嫩的拌鸟贝做好了。喜欢的家人点赞加关注，谢谢。